噻，龙骨酸菜。啊，这晓得，要得不？要得，那好吃酸菜鱼、酸菜汤。啊，你开外甥屋去了。走，你去吧，走吧。就在这个热船还吃得到不？这些猪儿得得好吃鱼的。有，但鸡巴头的。耶，我穿到跟儿我也有，你看，龙大根。怎么吃？他说孙子了不？嘿，这有根儿。找不着吗？抛开看。哎，没好大的。看嘛，龙大根儿。捡两根儿，玩了玩又找不到了。那没得找吧？这东西你以为能好啊？嘿，穿了个绳子，我捡又一根儿。你那是两根儿。你两根大点不？穿得腿还不小。你看到不到？哇，可以。这方面这块还得有。有招噻。当时还有，你看。就是一些毛边子要挖几根。哎，又是两根。我看好了啊，骗我没有？看这个点点龙。哇，哇，这两根还比七千根大的呢。哎呀，大的龙子。哎呀，我都帮你挖。耶，你这个绳子我挖大根的。这个你把跑出来了。你挖起上了，卢总。挖起上了，没得啥子的。那我爷爷这个挖了十根。啊，这个，这个不小。你根毛边子给？根本不小哎。有斤八一根家。哇，这一长十两。哦。那现在这个挖，有你就过去又挖到两根。哦，哎，这绳子。哎，真多。这有几斤了？这。啊。五六斤。这一根儿，哎，点点都轻了，没好的嘞。哎，还是不晓不得。哎呀，这对这种脚肯定有。这三个爷爷真好。啊，再挖十根大的看歪的不？搞混了。哎，这又有一根儿。哎，点我爷爷凶吗？今天我运气好，这戳得一口。这不挖喽？怎么？挖不到。那今天王爷爷兄弟就挖到大的。挖到几根大的？哎，这孙子来了，我这一根。啊，你来吧。陈老车哇，合适。来，我是几根我给你搬起来。哎，几根够了？哟，挖到一斤了，还是轻松的。还便宜点呢，要便宜哈。哦，这袋子都。二两块钱。算，52嘛。耶，8.4了。8.4。八钱就。大块。还是得几十块钱。67块嘞。哎呀，67块钱就是，要不然就算了。那种皮包安逸得很。这个小的。嗯，67、68块钱嘛，点头而已。要得要得。68就是70块。好。好。一共一张哈，不来大的张嘛。要得，分了。好。粉肠哎，这猪的。粉肠吃好吃。那来再要得了，不少了。
你这都香了。我们这也拿几个香炉。两把嗓子通到很差劲，还坐炮了。嗯，然后这，我本厂面子越来越严。今天我们外面甚至还是收购，还是卖了几十块钱。啊，